Airbnb host just gave us some homemade pancakes even. They smell so nice. I think maybe there's chocolate inside. I'll have to have a look in a minute, but that's so kind. This morning we got apple brandy and now we got pancakes. Oh. 刚房东又送来他自己做的这个煎饼，里面好像是巧克力的，人特别好啊。特别好吃，里面是巧克力馅的，而且非常甜。你应该非常喜欢。特别喜欢。对，贝斯特别喜欢吃甜食，所以这个他非常喜欢。好吃。Happy 。好可爱。He likes our house. Yes, I love animal. 晚上了，有点冷了，房东过来帮我们生火了。房东人特别好。这边是壁炉，但是火生起来还是挺暖和的。怎么样？现在暖和了吗？现在太舒服了。I hope we can get a place like this in our house or our garden. 这壁炉一点燃之后，整个房间特别暖和，房东的狗狗都吸引过来了。这是我们的晚饭，刚我做好的，鸡蛋、香肠还有面包，好吃。杯子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对，我觉得好吃。这上面是 cheese， 简单的，好吃的晚饭。这就是我们日常的晚饭，好吃又实惠。房东的狗狗也不走，一直就赖在我们这里。对的，因为这里太暖和了，非常温馨啊。朋友们，完了，他们赖着不走了。Animals, time to go home. Come on, go home. Come on, out, out, out. 这边有一只， out. 那边还有一只，赖在我们家里不走了，回家去。Come on, out, out, out. 在这躺有两个多小时了，现在已经晚上快十点了。Out. 还不回家去吗？在这里待着，是不是太舒服了？啊？回家去，我们要睡觉了。还有你，回家去，别在我们的床上躺着了。Out, come on, who's gonna be first? Outside. 喵。笑死我了，从来没见到这种情况。都赖在这不走。快起来，别装睡了。还装什么装啊，阿妮？再不走，再不走我冻硬的了，软的不行，我冻硬的了。快点，还有你，快点出去，快点，快点回家去，别在这待着了。走了，我冻硬的了啊，出去吧，回家去，我要睡觉。还有你，快点起来。还有你，出去。How to get him out? How to get him out? 我要睡觉了，大哥。明天再来。太胖了，快点。Come on, good boy. Come on, come on. 明天再来。Oh my god. Come on, night night.No, he's coming back. He's coming back. He's coming back. 耍赖是吧？你，我们又想了一张，用吃的来诱惑他出去。哦，怎么又进来了？你怎么又进来了？哦哦，这招管用，这招管用，快快快！对不起。Yeah, yeah.